这是越南媒体从出道开始就在视觉上爆炸的 K-pop 女偶像。TWICE 子瑜在2015年出道，自从参加了节目 16 以来，子瑜就凭着出众的美貌备受关注，因此她也是在出道时在 TWICE 引起最多视觉爆炸的最多的一位成员之一哦。子瑜还是16岁的时候的可爱美貌就俘虏了很多粉丝们的心，很多人认为出道时其实最美的也是子瑜最著名的巅峰时期。粉丝们经常回顾子瑜表演的 Fans Camp Like Who Are 之后，这位女偶像依旧安静而美丽，不再保留了出道时的天真无邪